學，你哋好，我係現代教育嘅 Hilary 喎。咁今日喺度好開心咧，可以同你哋喺度分享一下咧通識科嘅提問技巧、提問字眼同埋題型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話到咧，如果你讀開通識，你就會知道啦。通識科嘅題型咧，主要得三款嘅啫，就係文字題、數據題同埋漫畫題啊。咁原來依三款嘅題型咧，都有佢獨特嘅答題方法嘅喎。例如我哋話到文字題，咁文字題點樣可以揾到個答案出嚟咧？好多時俾咗答案你嘅噃，你只不過要做一啲叫做詳盡解釋，你就可以攞到高分嘅啦。咁點樣可以揾到個答案啊？簡單嘅方法咧，就用標點符號去揾嘅。咁記實咯喎，一個句號一個重點，通常係咁樣做嘅，咁你就會好容易揾到個答案出嚟噶啦。就住你揾到嘅答案出嚟之後咧，你再加以去詳盡分析，俾翻少少概念字眼咧，你就可以攞到一個幾好嘅成績噶咯噃。好啦，咁第二款咧，我哋叫做數據題。咁數據題咧，我哋話到係比較麻煩啲啲咁多啦。咁數據題好多時咧，同學仔咧四分嘅數據題咧，硬係爭一分唔知去咗邊噶嘛。咁你記實咯喎。數據題咧，好多同學咧淨係分析到數字啊，年份同年份嘅比較咯，咁樣就算數咯喎。其實你仲要做一啲咧叫做文字上嘅比較，例如國家同國家嘅比較咧，依啲都係我哋需要做嘅嘢嚟噶。咁你就可以咧攞埋剩餘嘅一分六噃。咁漫畫題點算咧？咁漫畫題你記實一個好簡單嘅事就夠噶啦。我哋畫得俾你嘅漫畫一定係 100% 有用嘅，我哋唔會為咗一個邏輯啊或者靚靚嗰幅畫咧，就特登畫啲嘢俾你。我畫得俾你嘅全部都係答案要寫嘅嘢。咁我哋點樣去揾到重點呢？漫畫越古怪嘅地方，嗰、那個就會係答案嘅重點嚟噶啦。咁其實依三個題型嘅答法咧，你第時答問題就會簡單好多噶咯噃。好啦，咁除咗題型之餘咧，我哋仲可以提及一下咧，就係一啲嘅答題嘅字眼啊，提問嘅字眼究竟係咩意思啊？咁提問字眼咧，近年都好多古靈精怪嘅字眼啦，或者比較深嘅字眼啦。For example， 例如原因同因素，我哋點樣分啊？咁你記實咯，原因就係直接導致個結果嘅嗰啲叫原因。因素是一個不直接的結果來的。因素是什麼來的呢？因素是一個條件或者一個歸納出來的答案，我們為之一個因素。簡單一點來說，就是經濟因素、環境因素、文化因素，這些為之因素。好了，另外呢，我們說除了因素原因之餘呢，困難同埋問題咧，有好多同學咧成日搞錯咗嘅。問題好簡單啦，有咩問題㗎？做依件事咁非常之容易做啦，好直接嘅一個答案。而困難咧，我哋好多時係講緊解決一個問題嘅時候會出現嘅困難，例如可行性啊、有效性啊，依啲為之困難。咁另外建議題咧，有好多同學咧就以為啊好簡單，落個建議就得㗎咯噃。咁點樣可以攞高分啲咧？咁你記住啦，參考資料，我哋見到有咩問題存在，俾一個建議出嚟，俾咗個建議出嚟之後咧，你要解釋點。咁呢個建議有效，當然要落概念字啦。解釋完之後咧，你仲要講下呢個建議究竟自身會唔會有問題存在？點解有問題，我哋仍然都要用佢呢？例如可能係幾個建議入面，佢係特別好嘅一個啦，或者有啲嘅問題我哋解決得到。咁我哋話到呢啲提問字眼，你都要特別小心喎。咁另外就是時地人等等嗰啲，你都要小心喎。咁希望各位同學考好啲成績啦。